行动大学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平台耶，因为它让我们呢没有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在家里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学习到很多呢，包含呢专业营养师的营养咨询，分享行动大学的使用心得，伙伴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因为最贴近人性化和时代趋势的是位小帮手 MCAR 2.0 和行动大学，把所有商品资讯都能一机在手，随时随地掌握新知。个人用品的部分，你有没有想要选哪一样呢？香皂，轻松动动手指就能知道如何透过消费安利超过400项的商品赚取额外收入，不止贴近民生需求，100%的满意保证也获得消费者高度肯定。创业博览会现场帮助年轻朋友开创想望，更要经营自己。医院的吉祥物、猫头鹰，那这些呢都有在卖。我目前总共有做了20几种的产品。巴黎职能治疗师亲自现身，向伙伴分享和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的商品，透过一针一线的车缝，给了弱势朋友莫大的帮助。我们的学员呢，在与安利合作之后呢，那个整个情绪呢变得很稳定。那除了情绪变得很稳定以外呢，他们的心情就会变好。那因为有一份持续的工作，他们就会觉得很有自信，很有成就感。觉得我们的消费可以成为支持每一个人的自力更生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拿着充满温度的商品，谢谢，每个人脸上都幸福洋溢。创业博览会从内到外都给创世代满满的心灵响应，更为自己定定目标，勇敢开创未来。安利新闻综合报道。